这我行，我行，拍，拍啊！拍吗？拍！我们测试过，男生最多是摆到七块，然后女生是摆到八块左右。你们最厉害的才七块。对，是这样摆吗？是的，是的。那我们有可能能到九块。哦，好，那不可能。你想什么？我觉得五块六块极限了。 体前区摆积木，第一次竞拍，起始目标是12块积木。拍吗？别！9以下。9以下。七已经超过那个极限了，七已经超过人体极限。哎，他们按了。嗯。就，他们按了。就。啊？告诉9以下吗？告诉9以下吗？我想等到8再按，但我觉得他们可能要按。 我们这都没有人的手摆在这里，你不说你行吗？我说9以下，他9就按了。中队挑战体前区摆积木，9块，先出战。你先上。你先上。我软，我硬。然后大家都拉伸一下啊，不要抽筋了。哎，一点办法都没有，朋友们。大家都拉伸一下。坐不直。 坐不直，我跟你讲，我还连坐都坐不直，我坐都坐不直，我落一下，哎呀，我去，还得再宽吗？岔不开啊，这裤子岔不开，裤子确实有点难受，我就到这儿。 李晨先出战，开始吧。你往前，他让你往前，然后呢？完了，然后腿打开，对，前屈，对。你们谁帮忙按一下陈哥的腿吧？这个我愿意帮忙。来来来，我们自己有人，我们自己有人。开始了吗？哎。哎。 你得往前跑，来吧，1块，啊，就这样，你拍了9块哦，你是9块啊，还有8块，加油，还有七块，能接力赛吗？<笑>还有7块，耶，哎，可以，来，可以，真可以，加油，耶，加油，加油。 不也要连在一起？摆好连上啊！万万没有想到，一二三，深呼吸，一二三，深。我感觉我像健身房教练。吸，吸，呼。蔡文静的呼吸，吸。 吸，捡回来，吸，捡不回来了。那就是在哪一块？在哪一块？捡不回来在哪？吸，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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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给你试一下，9块到哪儿啊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，咱回去吧。陈哥挑战体前屈摆9块失败，你们来吧。哎，不，你要往前，你那个脚黄的在脚踝，对对对对对，哎，这样哈。啊，对。 稍微往后一点，稍微往后的，他们盯着呢，他们盯着。来吧，好，这样哈。对，我这个遥不可及啊，估计是都不行。来吧，呀呵，呀呵，呀，三，四，呀跟玩似的，五。 1、2、3、4、5了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谁？
需要帮忙吗？需要帮忙，我没那么想赢。啊，你没那么想赢？他跟我说我没那么想赢，那是什么意思？我们组的都是什么队员？你别这样，我好害怕呀！一二三，哇！再试一次啊！那我给你压腿吧。你给他呼我一下，呼你一下，呼你一下，呼我说呼我们呼啊！一，呼啊！呀，不，还没呼，还没呼，呼，呼呼。二三四五六，好，最后一个七，我这个不算嘛，那个得摆正啊。哎呀，摆正嘛，来摆正，摆正啊。现在第七块，呼，后面没力。一二三三，好，不是你这样，你手在最后的时候来一个这样的，对，就这一下，你知道吧？就这一下，好，明白了。对，咱弹出去。一二三，弹一下，没弹稳，你再来一下试一下。送你们得了呗。来来来，还有机会。陈哥，这么多台机器，公然作弊。你们这一组会出现在正片吗？没事，多余咱捡到 Z 世界去。行，那我们放弃了。放弃了，我们放弃了。沙哥来，我还来吗？沙哥来试试。来一下，我觉得有机会。你不是说你很厉害吗？来吧，沙哥。一，要帮你一下吗？不用，不。二，我帮你一下吧。不，让我自己一点点过去。好优雅的手指啊！四啊！我也弄了四个刚才。哎呦，沙溢哥可以啊！来给自己按摩。积木也要休息一下吗？刚才沙溢哥说这个我没问题。啊！第五张。哇，可以有机会。第五个，第六。哇，我这两块现在比积木都硬，我靠。鱼尾纹又多了三条，老师，我跟人肚子阻挠了，肚子太大，要没肚子就够着了。现在恨自己肚子大了是吧？还差一点点，老师，还差一点点，这几个了？这是六个了。那能到九个吗？中队挑战体前屈摆积木九块失败，马上我们就进行第二次竞拍，可以竞拍的是黄队和白队。抢六吧。我快，乐姐快，我纯展示，我纯展示啊，纯展示，纯展示。啊！哎，就这个人还敢按七呢？就这老妖。二四三，一二三，哎，哎。好，白鹿，你连一块都放不上，就这样还七块，你还拍七块？我为你们拍的。你先把它放正了好吗？我没办法，我没有办法帮你。别贪多，把它给我放正。别急，别贪多。哎。
你看这气势，仿佛你已经拿到七了。唰是什么声音？你最近要坚持。别动，别动，别动。最近的康复已经有进步了。哎，好好好好，再来一块。这家玩小汽车的，可以吗？不可以，要摆正，要摆正。要摆正啊！把前面的人，你先把这块摆正。先把这块摆正，我放弃了。凯哥加油！凯哥需要帮忙吗？等，不是，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哎，什么意思？干什么？这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他好轻松啊！哎呦，凯哥可以呀、啊！是，妈呀，这原来是芭蕾舞团的吧？这是舞。啊，不要！哦，等一下，够不着了。你俩起来一下。有。哇！还差一块。哎呀！这俩都拿出去。哎！这给我放过去，这放过去。你自己弄一边的。对。求我。这个得放。凯哥深呼吸，吐气。吹口哨。你等一下，这块分开了，别动！快了，加油，凯哥，加油！加油！恭喜凯哥挑战七块！辛苦了！厉害！这芭蕾王子确实是这横叉。张真源，要不挑战一下？哎，郑源，你来一下。郑源，来一下。我腿会炸的。来，我在这给你盯着。来，撇这么开。我觉得七块太少了。哇，他手长。哇。他有身高优势。哇。五，你早点上来呀，海参，你让他来一遍。五。哇，最后一块了。哎呦，还能修复呢！哎呀，还能给我捋直了！哦，哎呦呵，哎，最后一块！哎呦呵，这小伙儿，哇！早点上啊！来，挑战一个，再挑战一个，再给你一个八个，八个能不能？你别为难人家了，这个最世界不？这世界能播吗？能播，必须给你播。你整出八个，你都是我的世界了。快点的。你那个手往前，介入点力。哎，对，要不要我帮你们一下后面？可以，来帮你一下。要握紧。有点像回到艺考的时候。行，那就恭喜白队凯哥、真源都挑战成功，所以白队可以在这个项目上获得十分。那接下来我们进行这个项目的第三次竞拍，这次成功的话可以获得七个积分。参与竞拍的是棕队和黄队，你们能几个？咱们正确评估一下，我们就六个，我们六个已经极限了，你们也看到了。我们六个是极限，咱们就拍七个吧。我们六个是肯定的，十拿九稳的。对，咱们就拍钱，不拍钱就直接没机会了。你们只能七个，拍吧。
他们抢了，我们六抢了，六抢了，六抢了，七七。我们抢了六，六六六，还赖一个，这组太狡诈了，还赖一个，这个组擅长狡诈呀。好，我盯着，我盯着，我先吧，我最废。好，劈开，不是我脚踝在这儿，去去，我脚踝在这儿，都到膝盖了，我脚踝在这儿，天下第一赖呀，这人，来，来来来，白马。脚踝真在这儿，我脚踝我就跟腱长，是不是？好，那别动了，别动了。好，劈开，劈开。哎，可以耶，这才一块，你干嘛？可以的，你可以的。你要砍过去是吧？你跟我也差不太多嘛，反正是。可以的，哎，可以的，哎，哎，哎，我这盯着你呢，放弃啊，放弃，来下一个，好，周深可以啊，周深规矩人，规矩人啊，规矩人，我已经到头了，两腿打开，你怎么的？嗯，你也想往前搓一搓？这段好像在哪儿看过似的。我们得不了分了。你推我一下吧。我推你，我推你，我推你来。来，一二三。啊，不是。啊！我干嘛了？我这你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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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可以，我一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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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推我推我，我忍住。一二三，真硬，真硬啊！第二块，你确定？陈哥加油！好嘞，你也加油！好，一二三，走！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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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第三块，第三块，你。你这么远吗？给我第三块，等会我可以的。陈哥加油！我觉得你往前可以错一点。我不要。三二一走。好，三二一走。三二一走。怎么回事？哎，什么？小妹啊，是脚踝对吗？你就自觉点啊。我你女生来吧。一块。呀，很轻松啊。两块。三块，太轻松了吧！四块，哇，加油！最后一块，我们追六块是吧？我们追六块，要不要切？这压一下这一个，可以。哇，这么轻松啊！再挑战个七块吧，给。我们只要了六块。你挑战一下，挑战一下。你要是这一块上去以后，我们再也不说你人高马大了。对，马上把你说就是甜妹。甜妹加油，甜妹加油，甜妹加油！一二三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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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再挑战一块，八块，八块！经过这两个项目的拍卖，最终白队获得了20分，黄队获得了14分，所以你们一会儿在画画的时候就会有4分钟和3分钟，而棕队就是用2分钟时间进行绘画。紧张有趣的挑战项目之后，大家可以分享我们的新上市的康师傅无糖茉莉绿茶，零糖零代糖零能量，让我们一起补充满分活力，保持健康状态。这个环节我们要临摹的对象是各种各样的植物，